一十五就是海边的大潮，每当大潮的时候，海边的风浪会非常的大哈，随之而来会搁浅很多的海洋生物哈，皮皮虾、八爪鱼、螃蟹啥的。今天一来到海边，发现一个尾巴搁浅在外边啊，一铁锹把它干上来，我的妈，这是什么鱼？认识的双击扣个一，不认识的双击扣二。很多老铁没吃过没见过，进来就点亮了红心。很多老铁喜欢赶海，双击加关注，十点半左右直播。来的兄弟们，这是我昨天晚上赶海的时候发现这一堆海蚯蚓，可能由于前两天台风的原因被海浪吹打到岸边。听老渔民说，这海蚯蚓晒干有药用价值，也是一种钓鱼神器。有的老铁一进来习惯性给你装机了，有的没有也不给就不给，加关注。来吧朋友们，下午好。由于这两天受台风的影响，海边的海浪特别大，有很多这个生物啊被海浪给拍打上来了，就像这一条小鲨鱼一样，很不幸啊。为了保护生态的环境啊，咱们下个视频马上埋葬。进来的朋友感觉我做的对的话，给我500个双击，关注我，看我每天赶海。进来的朋友你们好，先不要走啊，这是一个猫眼螺啊，在这个捕食这个蛏王的这么一个作品，他昨天晚上凌晨3点多随手拍了这么一个。有些人说呢，你不是自门自挖的作品，不会有人给你小红心的。我想随手拍的作品肯定还有很多人支持。